对不起，刚刚在忙，所以没有接到您的电话。晚上还要加班，我就不回去吃晚餐喽。也不用等我了，你早点睡哦。我爱你。王奶奶，王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小声点啦，奶奶在讲电话。奶奶在跟谁讲电话？快点来了耶！王奶奶在听阿伟哥哥的留言录音档案。为什么奶奶听录音怪怪？奶奶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奶奶一次买了一袋土豆锅，还有马铃薯。秘书叔给了我们一箱鸡蛋，箱里还有一些玉米。啊，可以煮咖喱饭，拿出菜玉米汤。太棒了，奶奶煮的咖喱超级好吃的。今天晚餐菜色很丰富呢，白带刚摘的地瓜叶，尝尝一下，美味又营养哦。这间食堂太好了，吃饭每一天食堂都好热闹啊！王奶奶，王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小宝官，你放学就到食堂来啦？对啊，爸爸妈妈基本上要加班，他们就要到食堂去吃晚餐。好，赶快去洗洗手，待会儿奶奶准备好吃的咖喱给你吃啊！改天奶奶还可以做菜哦。奶奶，我们也要学。好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等我们学会了，换我们煮给奶奶吃。那我要煮给爸爸妈妈吃。我最想要一家人一起吃晚餐了。王奶奶的食堂，整个社区都像一家人一样了。是啊，连李太太家的阿俊都读大学了，一回到家就来食堂找王奶奶。还好这些孩子，还好这些食堂。要不然王奶奶一刀怎么熬过来啊？说的也是，
思娜，我们班今天有位新同学哦。对啊，他也住我们社区耶。真的？可以带他一起来玩啊？我说吧，奶奶一定很欢迎你的。奶奶好，阿姨好，我叫做王小强。你好，你好，真有礼貌。你姓王，我也姓王，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。上学后可以来这边吃晚餐、写功课的爸妈，别客气啊。谢谢奶奶。今晚有许多好吃的料理，让我们来一起欢迎小强加入我们社区。耶、yeah! ！对了，今晚还有一桌你不会的客人呢。是啊，他是阿才爷爷生日，所以要在食堂举办家庭宴会呢。阿才爷爷的儿子是不是在国外工作啊？听说工作也忙得很，难得回来一次。那我们也要用美食，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Thank you.
就经过，我在电话通知你哦。拜托你了，这档案对公司真的很重要。老奶奶，我们旧的档案你一定帮我接回来。拜托你了，谢谢。国小手套戏演出时间为15分58秒。